太子为这言此事，唆使你杀太上啊，这也不得就是。此事与太子无关，我与太子合乎礼数，从不曾做任何对不起夫君之事。此事关乎梁家伟业，如今唯有送你去见儿，才能平息我心中的仇恨。杨无忌那瘦子，刚好被石一郎给耽搁住了。老师现在就要打死你，替我儿报仇。要打！你在干什么？我就是害你侄儿。他们查你，要他们，快让开！侄儿，快让开！住手！张夫人，此案尚未审清，一分可拉您思绪。你们是何人？不可管梁家的事。我乃在长州公府圣王府的承受使，特意随林将军一起查明此事的。我们梁家乃是百年世家，圣上见了也要给三分薄面。许林君杀我儿子，证据确凿，怕是皇后想顾太子，啊，你来阻止我。他的儿子是儿子，我的儿子不是儿子吗？没有天理呀！要阻拦我处置许林君，我要去告御状，我要去告天帝，我要让天下的人知道陛下和皇后是如何保护包庇太子，欺辱我们梁家百年世家。我要让天下的人评理。给我打！给我打！给我打！住手！谁要评理，便来找我。您若是官事，就交由廷尉处，其由善辩处理。如若是家事，即梁大人出战，由我这个梁家人处理。你个畜生，凭什么指手画脚的？就凭我是梁家嫡女的时候，你不过是我阿父身边的一个田房婢女。来人，蒋老夫人请入庭内。既然说是家事，那就叫上家中族老，按家族的规矩审商一审。放手！把他给我按住。今日起，曲灵君主仆二人不再归你管，你若想动他半分，要先问我是否答应。我是你庶母，你敢对我无礼？当初我就不赞成我阿父扶正你，门第微寒是小事，你这人狭隘浅薄，私心用甚，从不顾全大局，只在乎自己厉害。如今大庭广众之下如此这般闹腾，还将太子殿下拉下水，你问问族中的长老，可否再为你撑腰？难道眼睁睁看着我儿惨死，这毒妇却能逍遥脱罪？案情尚未明白，不可草率行事。你若打杀曲灵君，就是死无对证；如若陛下震怒，哪怕我们梁家是百年世家，圣上不会为难，但族中子弟的仕途就到此为止了。为了你儿子一人，值吗？仕途关我什么事儿？我想霞儿入朝为官，你们个个不肯举荐；我想霞儿当家主，你们非说什么长幼有序，不肯给他机会。你们个个自是出身高贵，一直看不起我们母子。说你狭隘浅薄，你还不服？当初你生下梁尚，阿父并未抬举你，直到你生下梁霞，才扶你为正妻，故而最初梁尚只是庶出，你不愿跟别人提及那段出身，便一直不喜欢长子宠溺幼儿，所以才将梁尚培养成敏感多疑、不相信女子的个性，才闹出今天这般祸事。霞儿孝顺，我这做人阿母的，疼点又如何？我也心疼傻儿呀，如今我拼着老命，还不是替傻儿讨公道啊？人都死了，你就不要假惺惺的了。你无非是担心曲灵君和梁尚之子继承家主之位，
你偏袒幼儿，想把家主之位转给他，才这么着急给曲灵君定罪。所以我说我阿父不该扶正你，你须知先有梁家，才有你那两个不争气的儿子。如若没了梁家，他们的性命又值几个钱？你，我到底是你父亲的遗孀？我跟你透个底吧，今天结局无论如何，你这个遗孀都做到头了。你干啥？林将军，为何把我们梁家男丁捉了？虽然凶案发生在我们梁家，但梁家无辜，不该受到处罚。梁家无辜？难道梁尚不姓梁吗？若他为人正直，跟曲灵君做对恩爱夫妻，亲密无间，那有心人的筹谋就未必能成。可他非要做个畜生，之前便传他二人夫妻不睦，现此案揭发，更知曲灵君受苦，梁尚下作卑劣，梁家当真脱得了干系？难道梁尚身死是我们梁家的错喽？天子圣，你好自残。梁家的子弟，梁家的夫妇，梁家的宅邸，梁家的凶案，若梁家无罪，难不成是我林子深情？我不与你争，我就问你，为何把我们梁家的男丁集中于此？此事涉及主君，小瞒也瞒不住。若是梁家交不出凶手，必定祸连全族。曲灵君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聪明的人，好好的一桩婚事，你弄成今天这般田地。梁尚打你，你口不能说，身子也不能动吗？你早闹出来，何必闹到今天这样？起初我要绝婚，梁尚要挟在外宣扬我和太子暗通款曲，私相授受。彼时我年纪小，一时被吓住了。有了孩儿之后，我发现梁尚不过是在虚张声势，于是又想绝婚，他却阴毒恐吓我，说就算我能走，孩儿总是要留下的，小小孩儿能受几日这般折磨？我便又犹豫了。因你的优柔寡断，才将事情闹到今天这步田地。现在你还不肯说出真相吗？那日中午到书炉送饭的到底是谁？是我的婢女幼童。为何林将军觉得凶手就在我们之中？难不成您找不到真凶就让我们全族来抵罪吗？谁说我查不到真凶？没有此等力量，从背后一刀穿其胸膛，取其性命者，必定是个男子。梁尚不善交际，整日窝在家中沉迷于经史，跟他有仇，跟他有利益争夺者，必定不会是外人，只会是梁家人。此事涉及楚军，短短一日内便闹得都城人人尽知，凶手敢如此高调行事，必定是有人里应外合保他周全。还有梁尚乃梁家家主，若家主身死，其夫人被诬陷成凶手，那他的孩儿便无法继承家主之位，谁能取而代之，谁便有可能是凶手。梁无忌，此人可是你啊？